开不了麦，刚刚有个大姐在开麦说话，我想跟她聊一下天的，结果我开不了，不知道哪里设置出问题了。我手机里面设置我又打开了呀，为什么阿古朵是李元芳的头像啊？各位，这么骚的吗？这就是李元芳呀。欢迎来到王者荣耀，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，全军出击。Let's go！ 别等的。Let's go！这其实他这个跟庄周差不多嘛。试一下你们的爪子。啊 go go go！ 打野倒蛮快的，他这个技能放生。快快长大。啊 go go！ 可以。打野很快的，他这个放生技能。站得高。First blood。吃得饱。开始撤退。可以，这是个球来的。把这里统统标记上我们的种子。出击！你们山上结满果子，我们可以交换。这个霸体的话可以用来赶路。那个技能你生气的时候也会变大吗？别被他们抓到哦。下次再见。出击。是不能先打到他吗？他看起来真结实。就是他不能动，他动的话我就捉他吗？他看起来真结实。就是他不能动，他动的话我就捉不到他，就无法放生。哎，可以啊，那很奇怪，刚刚竟然锁定不到他。哪有好吃的，我们就去拿。快躲到球球怀里来。太远了。好不巧。撞，好，差点把自己给撞没了。阿姑，把好吃的通通留下。阿姑，这就是一颗球。就是一根肉球。快快长大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哇，没发现他厉害的点在哪里啊，各位。出击！把这里统统标记上我们的种子。他这有刺客能力吗？作为一个打野的话，有刺杀能力吗？我拿 buff， 谢谢。我要站，我刚站太远了，抓不到那个野怪。防御塔护盾消失，炮车出击。这样没必要。
没有。咚咚咚咚咚！撞死你 ！Nice！ 哎，我操，还能六六六的了！撞死你！哎呀，丢！没必要，兄弟，没必要，没必要，大家都是自己人。我靠！哎，刚如果我那个宠物如果直接死了，我是不是也死了呀？因为那个宠物回来之后，我的血量直接变没了。我是跟随他的血量的，那个坐骑，坐骑死了的话，我会不会也死了啊？各位，那坐骑死完之后的话，那我还活着，那我。那坐骑还会复活吗？小的们一起上，要不让坐骑是死死看。哦，这个英雄相当于是有两条命的。哦，我懂了。站得高，吃得饱。下面的是我的血量，上面的是宠物的血量，啊，坐骑的血量。直接压死他！这是熊设置的不够生动，我感觉他的没什么表情。他好像面无表情的样子，这个坐骑。就好像是个布娃娃，我觉得应该把它设置生动一点，有脸部表情。我那挺变态的，我实话说，他有两条命的，运用好了，相当于是有一个复活甲。打龙，打龙的话，这个放生能用吗？这基本上野区的野怪都出来了，把猪把鸟都给拿出来了。我等会打龙哦，各位等会别急。哎我的妈，哇
靠！早知道我打龙去了。打龙我觉得是肯定是打不了的，但是我要弄给你们看，好吧，一会儿去打打看。因为如果说他这个英雄他能打龙直接放生的话，那这个游戏还用玩还用玩吗？别的英雄直接不用玩了。龙是放生不了的，我觉得。如果连龙都能放生的话，那你觉得别的英雄还用玩吗？啊，这就是惩戒。我操我操我操，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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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够扁他们。把这里统统标记上我们的种子。别等到。尝尝这个，可以，快躲到球球怀里来。好，全军出击，发起进攻。来来来来，打打架打架打架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有点毒的样子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毛崽子们，一起上！给你个惊喜。他下了这个坐骑以后就是个摇嘛，各位。屁股炸开花。像不像？摇摇公主有坐骑了。自带野王了，瑶瑶公主自带野王了，这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。你们不是一直嫌弃瑶吗？对不对？那现在瑶瑶公主她自带野王了。哪有好吃的，我们就去拿。这个理解没问题吧？哎呀我的妈呀，这都要死了他还叫他去挠他。阿古朵瑶那么粘人，喜欢都来不及怎么会嫌弃啊。这个英雄我觉得是专门，真的是专门给妹子出的一个打野英雄。因为我觉得这个英雄的话，它属于是一个辅助。跟着种子走，就不会迷路。实在不行的话，你就是它就是一个肉盾，一个肉球。来负责可爱的，当然还带了三只野怪。自带三只野怪的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Killing spree. Double kill. 六六六。漂亮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努力努力努力冲击
吃的，我们Shut down！ 请求集合，把这里通通标记上我们的种子。救不了你，救不了你。把野怪给他们，啊，我这个来这里打野。我操！阿古。其实这个英雄的话，你把它定位为辅助，然后的话专门去偷对面的野，不错。他这个放生偷野特别快，你们觉得有没有道理？因为他一个放生的话，直接把野怪直接给收了，直接吃掉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。把这里通通标记上我们的种子。这英雄不适合我们这种猛男玩，适合小可爱玩。你怎么打人嘛？就是在负责可爱嘛。我笑，我笑了，这英雄真的。把这里通通标记上我们的种子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我靠！太痛了。这英雄也不肉，他也没伤害。我们是全岛山最后的希望。Hey, cool. 完了。头上，完了，各位，瑶要下架了，瑶要打住冷宫了。这个英雄一出来啊，瑶没人玩了，妹子都不玩瑶了，专门玩这个阿古朵了。因为这个英雄比瑶要可爱多了。援军出击！这么凶的吗？这么凶的吗？这么凶的吗？啊！凶！完了完了，各位，瑶瑶公主的地位，瑶富婆的地位岌岌可危啊！我来了，朋友，小伙伴，你哪去了？跟着种子走，我不会迷路。进他身是我掉血的呀，这不是他掉血，太难了。什么阿古朵是男的？
男女个大头鬼，有男的叫阿古朵的吗？叫朵，男的。这么可爱，肯定是妹子了。我操！这是我们的地盘。出击！开始撤退。哪有好吃的，我们就去拿。我操！正在被攻击。这战车有点难啊。风暴龙王降临，决战开始。Ally has been slain. Enemy unstoppable. 标记上我们的种子。我方水晶正在被攻击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我靠，中路还有一波兵，这个英雄没有办法一打九，各位。你让我研究新英雄的话，我只会研究他能不能一打九，而阿古朵这个英雄他没有办法一打九，你们能懂我意思吗？我试一下法装好不好，我试一下法的，啊，对于这个英雄你就是玩个球，就是玩个球。好像还出了几件新的法装哦，法师装备。也是不行啊，这法装完全没得玩呢、啊。出了两件法装，那两件法装什么鬼啊？金色圣剑，强化普攻，那不就是跟那一个什么一样吗？还真只能玩排位。